陪酒陪唱仲唔够，卖淫先至真。呢个女公关主任断正俾放蛇家上涉嫌管理卖淫场所被捕。旺角警区特别职务队收到风，话通菜街有城大厦一间卡拉 OK 夜总会，有人向客人卖淫，于是就揾男警放蛇。当佢同阿 Sir 倾好价钱咯，阿 Sir 即时 show pass 拉咗佢。浴金就一般就600至800蚊。即场嗰间一定系去第二度。即场，即系就卡拉 OK 房嘛。即系佢哋就会分房，跟住就一对一咁样。Madam 仲话现场搵到大量嘅润滑剂、漱口水，仲有大约300个避孕套，当中有啲仲系用过添。